诶，我们是不是少上针一支啊？Oh my god！我自己少上针一支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诶。诶，我们那只可以帮他补血，超强。其实我觉得这期是一个很经典的卡牌游戏啊。为什么我那一只没有放上去？要十连了。这什么？我觉得爱心装可以当一集的题材。哎，我们也合金海马了。我们今天讲河马要不要？人马？那你看它有造型，所以这戏不单单只是手游而已哦。造型都出好了，我靠！零合成都有了，真的不能小看它。这样子吗？所以观众，你们要记得上阵啊！我就是忘记上阵，你们知道吗？上集打得超辛苦的，气死！我想说，怎么都打不死。这有雪女，诶，他写 Panda Kill 诶，真的，